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林。我这地方怎么好像被蚊子咬了？有点痒。现在已经到了11月份的中旬，因为11月份有太多的潮流新品要推出。还记得上个星期的 Humorous 的 AMD 吗？在纽约，很多人为了这双鞋都打了起来。搞得整个纽约都已经取消了这双鞋子的发售，所以我也就错过了这双鞋子。你说这是一双多么抢手的鞋子？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星期吧。今天是星期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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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四是潮流界的大哥大 Supreme 的新品发售。我给大家看看这个星期 Supreme 都有哪些新品。就是本周是 Supreme 发售的一些新品，那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一些。我先从大的说起吧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书包，这是一个多么骚气的包。这个书包我买的是一个黄色的豹纹，我觉得这个配色是最骚。这表面完全就是一层毛茸茸的豹纹，除了双肩包以外，还有这个腰包，它也是这个豹纹的。像这样的材质，要是湿了水会不会很重呢？还有就是帽子，这个红色的。怎么看起来有点傻逼啊？还有另一顶是这个军绿色的迷彩针织帽，我觉得这顶针织帽是所有Supreme的针织帽里面最好看的。还有就是还有一件卫衣，这件卫衣的话它不是联名的，是它自家设计的。它胸前的这个 logo 是跟它的衣服的颜色是相对应的。我们都说美国的潮牌质量不是很好，但是这件Supreme的卫衣呢，我觉得它的做工还有用料都是非常的棒。下一个 T 恤是这个，跟它是一个联名款。这件 T 恤它是跟 Independent 这个品牌的一个联名合作，它除了 T 恤以外，它还有冲锋衣，还有格子的这个衬衫，后面我记得好像是 fuck the rest， 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，所以呢我就没买。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个是本周 Supreme 新品里面最值得购买的一件单品，就是我面前的这个。我买的是红色的水壶保温杯，这个保温杯它上面还写有日文的，难道是日本的品牌吗？但是我看它底部是写 Made in 泰国，这杯子上能看到它的品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这个保温杯呢？这个保温杯还是挺小的，它的容量大概就是16盎司这样吧。在 Supreme 纽约布鲁克林的门店，除了它自己发售的新品以外，我还买到了这个筷子。最高这双筷子其实我已经有了，所以呢要是你有需要的话，或者你想拿来收藏的话呢，你可以告诉我。除了这双筷子以外，我还买了一个烟灰缸。这个烟灰缸你喜欢吗？我本身是不抽烟，那要是你喜欢的话呢，也可以拿去。Man, I don't give a fuck about a motherfucking pole. I'ma pull up with that stick and hit your motherfucking dough. Man, I don't give a fuck about a motherfucking pole. I'ma pull up with that stick and hit your。除了 Supreme 的新品发售以外，还有阿迪达斯，还有阿迪达斯的 Easy 黄色350 V2， 也要在今天星期四在 APP 上抽签。在还有11秒，让我们赶快领受这个，感受这个喜悦的心情。待会好像要点一个图片。我靠！以后我只相信我自己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双黄色的 Easy 350 V2 在之前我就有给大家做过视频介绍以及上脚试穿的效果。 Bang Bang， 是不是很惊讶呢？我居然提前拿到了下个月18号才发售的 Easy Frozen Yellow 冰凤凰金拱门配色。据说这双黄色的 Easy 350 V2 的量非常的小，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小，所以要抢到手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很多人问我如何抢到这双黄色的 Easy 350， 因为它的量实在太小，所以呢最靠谱的方式还是阿迪达斯的官网，就是刚才我点的那个 Confirm App。 其他的网站我觉得不是很靠谱，比如一些 Instagram 啊，还有一些小的商家，他们也有发售发布的方式以及抽签的方式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，所以呢我连抽签都没抽。送
完了 Supreme 还有阿迪达斯之后，本周还有一个重磅联名，那就是 Fear of God 跟 Vans 的联名合作鞋款。这双鞋子将会在本月的17号，也就是明天，在美国上映。怎么说到电影，在美国发售，而国内的话呢，好像是在18号。具体的抽签方式，我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 Vans 爱好者的这个公众号，我看到上面有很多非常详细的一些地址去抽签，有武汉、上海、广州、北京、三里屯儿，反正就是上面有非常详细的抢购方式，祝你成功。说完了这几大重磅联名之外，明天17号还会有 Palace 好像是跟阿迪达斯的一个联名合作，具体的话你可以去关注 Palace Skateboard 的 Instagram 去看他们有没有新品的一些发售信息。本周六18号 Babe 和洛杉矶的 Underfeet 还会有新品，也就是他们两个品牌一起合作推出的新品。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新品，全是迷彩军装的风格，喜欢迷彩风格的朋友不要错过。如果你在国内没有办法抢购的话呢，可以告诉我，让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看了这么多合作联名，各种潮流单品要推出，有没有哪些是你特别喜欢的呢？反正黄色的 Easy 是买不到了，我会非常的期待我能够买到 Fear of God 跟 Vans 的联名合作。祝我好运，也祝你好运。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